Cause I feel haunted in my bedroom, the floorboards in the next room will keep me warm. Cause you ought to know, nothing about you makes me这里呢，其实饮料我觉得还好，不是那么的好喝。可是它有最低消费啦，就是一个人就必须叫一样水这样子咯。然后过你也可以跟他租借他的服装，他的服装也算是一样，所以一个人也可以租借一样服装。然后那个服装是时令级。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想拍照打卡的话，我觉得这里是很不错的选择，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，拍照一下。这个是我第二次来吉乐东，然后其实我上一次来的时候，我是没有听讲有的划船的，然后这一次我又来看到很多小红书的人啊，进来这边划船，所以我想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可以划船。如果可以划，应该是在这个湖吧，可是好像没有人划，请问一下，这里真的是很大自然，所以我住 KL 也住一段时间了啦，所以看到这些风景真的很漂亮。 带大家看一轮，真的很好看。原来是在这个湖，这边看到了很多的船，可是呢，我非常的聪明，我星期二来，人家星期二关，<笑>啊，就看看走走吧，没得划船。 这个小红书超火的，应该是新开的吧？这个藤原豆花店，然后外面的凉凉车，它的门口长这样。 原来还有这些，我以为只有豆腐花而已。这个应该是过来必点的啦，它的豆腐花，然后过这个是手压青椒。它是很像有卖衣服这样子的啦，因为它是 boutique 跟 hotel 一起的。 OK， 我已经到我酒店的房间了，来做一个小小的开箱给大家看。先从这个厕所开始，它就是干的跟湿的分开，然后给我看一下，它镜子也是光线很足够，不错不错。OK， 然后我们就去前面看，它前面就是我这个刚刚在这边的很大片镜子，然后。 还有鸟叫声，然后这个就是房间咯，是一个 king size 床，然后过后还有一架电视机，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被分配到我这间房间的 view 没有很好啦，嗯，对。
耶。多的肉，还有豆芽。午餐。这就是我两天一夜的怡保 trip， 吃了那个翠月楼的点心啊，过后，然后 check out 了 hotel 过后，我们就前往下一站。然后我觉得那个刚刚那个酒店，我自己目前是还没有住过比较好的怡保酒店啦。我感觉怡保酒店好像都会比较旧一点点，就好像我刚刚那间酒店，我其实就有遇到几个问题啊，就比如讲。我觉得它的热水器一下冷一下热，弄到我冲凉的时候非常的煎熬。然后还有它的吹风筒也是歪掉这样子啊，就是不是很方便我啦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酒店还好，我不是那么的推荐。可是如果你有知道的那些怡保酒店啊，你可以在下面跟我讲呀。但是我近期应该不会再来了啦，我觉得我都走得蛮够了。所以这就是我怡保 trip 的 vlog。然后我谢谢你看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按赞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